猪猪唔做卵后，臭 B 等转工。前新闻之花赵海珠月头去饮 TVB 旧同事罗若安嗰餐，其实佢冇捞主播之后，八字几好景啊，去咗法巴做卵后，早两年啊结埋婚啦。今年年头生咗个仔，依家有成14磅重，精灵又得意，所以猪猪锡到猪仔窿噶。最近连卵后都唔做，要专心臭 B 啊！咁啱生完小朋友，所以就谂住啊，不如喺屋企即系可能休息一两个月，凑住小朋友先。咁之后咧，其实系会积极再搵工，想转翻个新嘅工作环境。哦，原来唞一唞啫，之后会搵咩工啊？任何工作都会去考虑咯。咁即系当然会即系留翻喺金融呢一行自己都想啦。但系如果你话其他有其他工种都适合自己嘅，咁其实都会考虑咯。啊，即系冇谂过做翻主播啊？猪猪仲话想搵翻啲面对人嘅工作，好似 PR 啊或者节目主持人咁，梗系啦，咁靓女匿埋唔见人就嘥啦。希望下半年可以出翻嚟做嘢，各位宅男粉丝即管等下啦。